县长吗？没有。我告诉你，告诉你，县长上任得巧立名目，拉拢豪绅交税捐款，他们交了，才能让百姓跟着交钱。得钱之后，豪绅的钱如数奉还，百姓的钱三七分成。怎么才七成啊？七成是人家的，能得三成还得看黄四郎的脸色。谁的脸色？他。他？我大老远的来一趟，就是为了看他的脸色。对。我好不容易截了趟火车，当了县长。对。我还得拉拢豪绅。对。还得巧立名目。对。还得看他妈的脸色。对。我不成了跪着要饭的了吗？那你要这么说，买官当县长还真就是跪着要饭的。就这，多少人想跪还没这门子呢。嗯。我问问你，我为什么要上山当土匪？我就是腿脚不利索，跪不下去。原来你是想站着挣钱，那还是回山里吧。哎，这我就不明白了。我已经当了县长了，怎么还不如个土匪啊？百姓眼里你是县长，可是黄四郎眼里，你就是跪着要饭的。挣钱嘛，生意不寒碜。寒碜，很他妈寒碜。那你是想站着还是想挣钱呢？我是想站着，还把钱挣了。挣不成。挣不成。挣不成。这个能不能挣钱？能挣，山里。嗯。这个能不能挣钱？能挣，跪着。这个加上这个，能不能站着把钱挣了？敢问酒桶大哥，何方神圣？鄙人张麻子。